看今天的当新闻，我是主播沈林当。首先呢，要带大家来看一则消费新闻。直播带货在近年来蓬勃发展，根据统计，直播电商在社群平台的直播成交金额呢，已经超过了450亿元。现在连艺人呢都抢着加入，譬如说演艺圈颜值最高的荒谬大师沈玉琳，网络直播带货呢就做得有声有色，实在是非常的厉害，长得帅又会卖东西，对外号称是低档业绩呢是突破了100万元，3个月呢赚到了1000万元，再创世界的第二春，被夸是水产界的奇迹。哎，真的有这么容易赚到钱吗？还只是噱头而已呢？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情况。掌声！欢迎收看《真心分享小铃铛》。来，首先呢，欢迎我们三位艺人来宾。这个公正的新闻哈，就是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有提到我直播带货做的风生水起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因为我很怕直播，因为讲到最后不知道讲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无心插柳，那时候疫情嘛，很多艺人不是在家里面耍废吗？对，怨天尤人。谁？只有我告诉我自己，对，好，摩羯座的人呢，你给他没事两天呢，他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哦，然后正好有朋友来我家说，哎，我有认识这个海鲜的业者，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海鲜多那一料？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去，我就当作学一技之长嘛。嗯，我真是那块料。对，对呀。不是。卖着卖着卖出个所以然来，业绩也蛮好的啦。太厉害了。那个在直播界哦，像他们刚刚那个新闻讲说我什么一档破百万，那个尽量不要拿出来讲，为什么？小 case， 我们南哥随便一档破2000万，他也在讲。这边每个人都上千万、上百万，好可怕。对啊，先找一位比较有特色的，就是你啦。就蹦板。来，猜猜看，蹦板这样的穿着打扮。他是卖什么？卖什么？金项链。金项链。你是说像有点挂佛牌那一种？也有可能是时尚，人家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时尚造型有用呢？因为他有穿名牌，他的衣服跟鞋子都是有牌，都是名牌。没外卖吗？你觉得是时尚？时尚。应该是卖那种什么直升机啊那种。来揭晓一下，来孟凡告诉我们你卖什么？名牌精品。你的对标，你的对标，名牌精品是好跳，好超乎我的想象啊！我觉得我穿的名牌精品啊，对，它成本很高吧？可是它等于进货几百几千万，那大量进货成本就会变低，而且我们很多包根本就买不到啊。对啊，它是资金要很庞大。对，应该说精品这个行业不是资金大成本会降低，是资金大你比较容易拿到大家拿不到东西啊，但成本其实大家都差不多，要配货啦，对，要配货。但风险会高吗？因为你等于买的东西就很贵，必须要保证它是卖得掉的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家没有卖不掉的东西。他不是只是啊，只要赚钱而已。他也有分回馈给粉丝的回馈场。回馈场会选在就是大家月底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没钱，所以做比较应该就是比较日用品那一种，就是他们会比较必须要买的。像我们这种就是只要一见到月底或是缴税的那个月就很惨，就是那个月的业绩就会往下掉，所以那个月我们都要囤很多那种，就是我们之前有买到一些比较好的商品，然后价格比较低的都要留在那个时候来做回馈。那当想当然赚钱场一定选在刚领薪水的时候，像这个时候年终啊，过年啊，用猫才赚，猫才赚，把以前回馈的全部赔回来，就加价，就加价卖。600万还不是单场哎，所以你一次可以卖多少个包啊？一场直播大概3到400个。你看你当你消费600万是对卖一颗包吗？有一个客人一直说想要就是亲自看到，因为跟我们买，他平均每个月可能就消费个几十万几十万。那像这个客人就那时候问我说怎样可以免运费，我就开玩笑说满500万我就免运费啊，开玩笑。他就想说那怎样可以我亲自送货？我说要我亲自送货，那就超过600万我就亲自送。哇，他那一场就满600万。哇，而且重点是我刚来说，我
觉得这边很熟悉，因为很少来台北。对。然后刚来这边的时候感觉很熟悉，他公司在附近。啊。那时候我亲自送过。啊，就是很崇拜你是不是。就他觉得我年轻有为，然后长相又不凡这样。这样讲吗？他亲口告诉我，我害怕他乱讲话，喝酒醉，我还录音。很特别，个人魅力非常强。我跟你讲，我看过他的资料，平均十秒，傻逼可以卖一颗。这你们要看一下梦板怎么卖吧。而且我们讲好哦，说买就买哦，不像有的不孝节目说说买了以后，录完影又说哎，刚刚做效果而已。我们就是真买，买真的。各位，高单价的精品要怎么让顾客下单啊？这个是要看真本事啊！来来，动板，来来来来来，叫侬姐嘞，一打出估多少钱？买你一打哪会修？你也要哪堆？骂人干嘛？你也要哪堆？300万左右。300万。刚所说的，他等一下会拍卖。那想买的呢？你们手上都有加一排，啊，想买就买。来来来，我先刚进来，就是一定让大家先选一下。选，我要看后面那一卡厉害的，出去走跳不能输的。私家解药一定不少。这卡怎样？这外面私家目前大概是120上下，120左右。对，那直接1块钱起跳。1块钱，现场只要喊到多少钱，我就照卖。真的假的？就算是我成本以下，我都会照卖。真假的？哇！1分钟起标来，关关多少钱？1500啦！1500，一起攻守，外面大气一点，3000，5000，有没有加？三万，来，狼哥你也可以，狼哥多少？10万，狼哥10万，这就是有行情的客人，有水准的，今天多少？有水准，15万的，15万。铂金哦，冲了铂金哦！我跟你讲，现在真的喊到的，我就直接让你20万买到，我就给你。哇！真的好，买赶快，你就私家120，20万哦。那就来，是不是？哥，不要配货买，都要50万起。没错，不要配货买到50万。25，奖金你好，哥也要买给老婆。25对不对？50万。我们电动价就是120，我下车。今天你买回去再拿去转卖，都还赚钱。陪战，陪战，你先背一下。58啦，58，对折，爱马仕没在对折卖的。没有，而且这个配货大概配200万，对，要配200万。然后这包本身大概专柜价大概50万上下。68，六十八，六十八。哇，这个女生哪里很好？剩下最后10秒钟，10，可以。九，爱马仕金刚色。请于明日啊，3点以前准时汇入他的户口。没有，我们直播结束1小时内汇。1小时内。现金有那个吗？折扣吗？现金，那你折8万。太欢迎，谢谢，真的，哎，这很漂亮哎，谢谢蹦板哇。哎，俊廷，你讲点话嘛，你对爸爸有没有？你对爸爸没有？我以为现在还猜不出他是卖什么的了。对，我现在严重的怀疑你跟水产类应该有关系。看起来好冷啊！什么？你搞不懂我们在热血澎湃什么？我觉得比较像就是唱饶舌歌的。嗯，像刚我们当气氛很热烈啦。平常啊，你要炒热气氛哦，你有没有什么福利大放送的方法？来，首先小福利哦，就一般在直播场上送包包那些都是小事情，然后没几年就是我觉得我赚到一定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想要再赚更多，没有，想要再赚，想要回馈的时候，就会跟粉丝讲说要办个大活动。那有一年就想说，就整个直播间大家什么都送了，然后那时候刚好自己正在买房子，对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旁边刚好多一间，要顺便把它买下来。来，所以你的方式是，就是在我直播中买东西，你不会翻板子，一起翻板子，你也难想，快到底了。
在前面翻盘子，就是放弃抽奖送房子。可能因为那时候本来自己就知道自己的销售额在哪里，然后那时候有出一款就是我自己个人这个人自创的一些服饰，然后那时候想说好，刚好新商品推出完，然后做一个大活动，然后刚好又找到一间蛮便宜的房子，多便宜，400多万而已，四百多万在哪里啊？差不多就是在台南一个山区，那旁边是蒙阿波。在台南的一个郊区啊，真的送，真的送。他那时候他家人还很担心，还打电话过来问，就是怕你诈骗，公司诈骗，说那时候别的话，家里大概来20几个人吧，就律师啊、警察啊，就可以帮解决。没有，他们是担心说他们是被店家骗，就是会缴什么钱之类，因为诈骗很多嘛。然后他是一个大学生，所以就。也是粉丝，然后刚好买一件衣服，他买了一件衣服，他买两件，一男一女这样。那你那一摊真的有赚到钱吗？就是扣掉房子之后，那一摊我记得营收好像有8000多万，8000多万，他那个房子400万，他那一档营收8000多万，所以真的可以这样大放开一盘。那时候就一个赌注啦，因为如果卖不好，那就死定了。卖不好就是当，但是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把握啦，就是可以做得懂的。哇，很厉害！这卡多少你会卖？这个把专柜现在。那应该是缺货，因为这种包很难买。那专柜价我印象中没错，大概是落在10万块上下，差不多。那如果我今天跟想说，你哥要买，我刚今天喊价钱，我刚刚想说9万8，哪一说哥要买，6万8。台北的 LV 啦，大概在12万多。啊，没有，真的。哎，关关，你来背看看，好适合你哦。啊，他给我6万8，我7万2卖你啊。那让我想一下啊，还要想，明明哥，里面都可以装现金哎。最后啦，就是5万8了，好不好？你哥在台湾的贡献值这个钱吧？贡献什么？我哥。这句话好，4万8，是。你很会耶！对呀，我也算是社会有名望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去国外的时候要背前面，这样东西不会被偷。然后我就注意讲，就是以后他的节目节不要上。赔钱。OK， 好了，谢谢公道。对对对，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真的太特别了！凤凡的身世是个谜呢，大家对他充满了好奇。来，乖乖，有什么问题赶快趁现在发问。这些货会一直源源不绝这样进来吗？我家目前全世界大概有10多个国家都有我的买手，哇！所以我是一直在不断的进。那你跟马菲斯不就变成同业竞争了，对不对？他在我的眼里是说五金百货。他都卖蔻群呢。精品有分两，就是我们那种叫名品。就精品是一线品牌，就像 LV、Chanel、Hermes、Dior。那名品就是Coach、NK， 然后 Tory Burch 这种比较，但它也是名牌，但不是顶级的。马菲斯被它定位成五金百货的话，就是消费百货的话，得罪直播主，不会。那俊廷算什么？市价多少钱？那跟专柜的价钱是一样的吗？当然不一样，这大家对代购的迷思，一般人都会觉得代购一定都会比专柜便宜。但其实代购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大家省下退货的钱。那这个哈，水也是很深。来，乃馨分享一下，已经乃馨不得了。我有一年去大陆哦，任何人哦知道我来自台湾，都那你认识寇乃馨吗？我怎么了？哇，他是我们的直播天后啊！十七大拇指，真的，助理让我觉得。直播真的是都会上新闻的，对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你真的
狂带货。因为我最近刚刚上那个商周的封面嘛，就在讲直播是2024年的风口。其实我觉得我跟玉林哥一样，我们应该是从2019年疫情刚起的时候就开始拼这件事情了，就是在隔离酒店，然后21天，你觉得你就一个人对着墙壁，在小小的房间里是要怎样？嗯，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是在酒店里面想说，不如就来直播吧。你知道酒店灯光昏黄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拿那个酒店的昏黄的台灯打，然后手机还靠在杯子上。哇，这么可爱，连脚架都没有。可是你没有产品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呢人不能进隔离酒店，但是货可以呢用箱子送到你的门口。哦。好，所以呢他们就一箱一箱的送来，然后我就去门口取件，以后自己排，自己做助播主播，然后就是一个灯光加上一个手机播。你知道那时候叫你看我床上全堆着货，哇，这样就播了，就播了。后来他们连灯都送来了，你看多专业，连灯都给我送过来。因为你要现在直播主要上线，前面要很长期的酝酿，然后要直播会啊，对，然后要培养粉，你没有，你就这样子给他播了，我就播了。然后我第一场我记得播了3个多小时之后，在线人数15人，因为你知道在大陆是这样，我们现场都超过15人。对呀，对，现场你知道这种情况，你在整个中国大陆刚刚才15人，怎么签3个小时啊？14亿的人，你只得到里面的15人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人知道你播，你在茫茫的网海里面有这么多人在直播，谁会看到你？然后我就一个人播，然后播了一个晚上，那我还记得莫齿难忘当天的业绩，3万块人民币，大概合台币差不多15万左右。你知道挫折，失去自我的挫折感。可是你知道后来想说，15个人要花15万台币，一个人当天晚上要消费10000块给我，也算很感人吧？对，而且在线都没有掉，就已经15人了，也没掉到5人。然后我后来每一天这样持续播到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之后，黄国仁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是几个人？”我说：“今天有30个人，相对高峰。”你怎么成长了？翻倍了！我就这样一场一场播，然后我记得我在21天的隔离酒店里面，我至少播了15到16场，其实就是完全不要放弃这件事情。我播了400多场的时候，在线可以，我现在讲的全是自然流量，就是不投流的情况下，大概可以有70-80万人在。太励志了！都是血泪，我的嗓子有2年是肿的。有一阵子我跟他讲话，我以为在跟金姐在讲话。扫家成是这样，没有声音的，因为你每天都在。那你要播好，每天都好几个小时这样子。是每天，我那时候是播5天休1天，每天6个小时起跳。我有2次是播完以后直接送医院，就是肠胃炎各种吐，就真的是播完以后去吐哦，我还忍到最后说拜拜，明天见。哇，就不行了。跟新加坡那个鱼尾狮一样，那个是他从上面喷的，这个很像哎。可是你会看到成绩的。我那时候播到70几万人在线的时候，其实每天的几百万业绩是能保证的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所以那你就去想，我如果一个月愿意播20天，我愿意播25天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就三月最高营收2亿元，厉害了。因为其实我觉得直播是个体力活，但是会很有成就感。这故事哦，真的深励志，发人深省。对啊，所以讲到这里，我还是觉得俊廷好冷。这位像雾、像风又像雨的一样男子，来跟我们揭晓一下。来，我们先猜猜看，他是卖什么？关关他卖什么？我觉得他一定是卖羽绒外套的，因为他讲这么冷，是不是？这边明明超热，一直发抖，我都流汗了。我觉得他应该不熟精品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生活好物他一定这什么？生活好物，生活好物，这是小美百货，看起来可爱。卖吃啊，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会零食，他应该就是那种婆妈天经地义的那种，很像家里面自己的孩子的感觉。对，猪肉干，而且他一定是等一下会放出来，他可能就是灯光来的时候，没错，打开的时候他就上桌，对对对，平常他就是在旁边看我们笑话，对。观众期待为我们揭晓 ，What's your sale？ 你看，身上穿下可以，是的。我们家原本就是做生鲜批发，但是卖海鲜不是都要在旁边煮吗？我不会煮，但是我大阿嬷。啊，你那个卖那个水产的配包是什么？因为水产都需要，大家最怕冰箱冰不下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会送冰箱。啊，还是送冰箱？我会送冷冻柜。再怎么害羞，总是丑媳妇要见公婆。啊，你是丑媳妇要带着奶奶。对，阿嬷来啦。来来，我们给你一个考验，限时3分钟。来，3、2。
你今年几岁？75。啊，这都用惊的。啊，你现在越来越红呢。嗯。对对，老板，老板没那红啦。啊，你妈没那红。那你确定吗？你想想。我以前你啥红啦？穿我穿红的对啦。啊，我的鞋也嘛真红哦。哎呦，赞赞赞！已经开始了，好自然的加入了商品。哎，那个番茄虾的喝，哦，番茄虾，你最好，大家让人家来，剧情时间交给你了。基本上我们都有进口这种白虾，大只的，超级无敌大只这种白虾，大只，这种白虾基本上就是市面上能见到最大只的了。对，好，虾子新鲜，壳就好剥，对，壳就好剥，像这样。哇，哇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整件，哇，这个整件秀。整件剥下来，如果要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对，来要的先打。还没出价前，可以就先加一，加一下，加一下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南哥也加起来了。来，今天要的，因为这一盒外面你市价大概就是买大概500-600块，因为它是基本上全台最大尺寸的。嗯，来，今天要的，我一次给你两盒。两盒，我们出两盒。我一次给你两盒，那外面的价格可能就是要跑到1200。来，今天要的两盒。不用1000啊，来要加一啊！不要要小朋友，重点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不要1000来加，最少一定要280的长虾。嗯，今天全部有打白虾加一的，我再送一盒啊！再送一盒，不用1000啊，还不用1000哦，这样子不用1000哦。哎呦，你提箱怎么敢挤啊？今天有加到的再送一盒，不用1000，不用1000还是不用1000？全部有加到的，然后我会写个白板。今天要的，这个是我在直播上面卖的价钱，整组整套相当5盒，有炒虾有白虾。今天只要980，980，加啦！好，就像这样整组的，然后我们客人就会疯掉，然后我就讲，吹了，然后就吹了，加一。好，俊廷啊，买了这么多虾子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煮，怎么办？怎么煮？像我这边，我就把镜头带过来给阿妈。我阿妈是厨师啊。我来讲，我就喜欢切虾，番茄虾基本的油坑类、洋葱甲坑类，好就用炒。你说买，咱的虾有水无水看就知，虾有水好食，就是变咸；无水无鲜嘛吼。会比较怕一点吗？虾子就是煮越你。它煮起来越红，色泽度越好，它吃起来就越甜，对，越甜越好吃。老板扎实，对，哎，这大尾哈，你一定爱个看一下，小看要稍微焖一下，焖起来再来，让它卖的。哎，下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提前先准备好那个，就是鱼翅羹。这也是俊廷直播卖得很好的鱼翅羹。对对对，那这个也是我们。算是今年过年卖的最好的一支产品，好好吃，非常还卖到非常爆，因为网络上基本上你只要找到这种鱼翅，它附加一个礼盒，大概都是一组大概1980，甚至卖到2000多块。那我们这一标，我们是这一组，我当天直播我是卖了大概1500组，哇，1500组，因为我买这一标，我还有送我们家最人气的就是。它是虾仁花枝丸，然后还有送虾仁，然后还送虾仁，还送虾仁，还有别的吗？我要买，而且阿妈说那个虾仁丸可炸可煮哦。然后我们还有送蟹粉肉，啊，蟹粉肉也有，这是真的蟹肉，真的蟹肉，真的蟹肉，虾仁花出来的。然后送那个普通的火锅那种，整个蟹味棒这样。哇，蟹味棒加一，里面吃得到的多少？给你猜，你猜这一组要多少钱？哎。哎，那多少？5000我都会买，哎，5000我会买。对，因为他刚刚卖的越来越便宜，所以我猜应该是不是3800就可以买了。3800，要的赶快加一，各位。3800，我买两组。先量100组，因为真的没赚钱。我卖999。你卖999？我卖什么意思？3个位，鱼三位，整盘这样，我专卖999，不用四个小朋友。999，那买够真的可以买吗？所以我直播必须买，真的可以吗？那档直播要卖1500多组。那当然，因为当然要呀。哎，真的要买的可以买，真的要领到的再回去。太便宜了，我要，太夸张了啦！对，至少买三组吧。那你看这样子。甲袂心痛，讲啊，加好个物件，袂加少。我讲啦，阮仔啦，戆戆啊，伊若欢喜倒啦，伊若欢喜倒啦。了钱嘛，不要紧。了钱不要紧。啊，了钱，变成你储备掉嘞。哎呀，我袂用家己的，不要紧。那你怎么样？
单场可以就这样一直喊喊喊喊到这样1000万的营业额？那时候是我在做周年庆，嗯，因为我直播做七年，我在做周年庆，然后我们做那种全馆免运，因为像我们冷冻的运费很贵，就很贵，对，冷冻的运费基本上我们都要收到250块，对，它常你像常温的运费可能是100、160，然后超商有时候是50、60块这样，对，那我们冷冻运费就是250，那我那一场单场我是做全馆免运费，对，然后客人就发疯了，一定的。灯光那场运费我吸收了，吸收了快100万。很奇怪哈，我们人听到免运就会觉得说就赚到了，起心动念，对，就会觉得说啊，不买。你有没有考虑去代言喉糖？如果有大好，欢迎40万。来，草莓龙井现煮，这个面是白虾，白虾。哎，这个白虾能够煮到这样啊！我跟你讲，首先虾要够好啦，没错，这虾很大啊，这重量很，而且它非常 Q 弹，对，很鲜甜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好好吃哦，阿妈，好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，都脆，然后没讲那种，都脆 Q 啊，没黏卡，不粘卡，好，不粘壳，好吃哦。好，我们谢谢定点哥阿妈，哇，太好了，感谢。但我觉得最难的真的就是炒热气氛哎，你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吗？真的很难很难，尤其碰到。那种要死不活的小编，真的，他连是对都不讲，不讲。而且后来有加一些罐头笑声给自己，因为真的有差哎。就是我自己啊，就是我自己讲完自己要笑啊，就跟小孙子一样。对啊，就说啊，翁山书记没事干变什么咸书记？翁山书记的哥哥是谁？书记大哥。他讲完之后突然了。鼻酸，你知道吗？我好空虚啊！然后阴影有没有？萎缩。OK。关关，你怎么度过这种悲伤的自己？孤单寂寞。有一次我是用那个 IG 在卖东西，然后刚好因为那时候功能新推出还比较不熟悉，我就不小心按到一两个粉丝的账号，然后发现突然连线了，我吓到，我想说他们是谁呀？然后一个头变成四个头在那个屏幕上。说你们要干嘛？他说是你点我的。我说，然后他也问我说我要干嘛，我也问他说你们要干嘛。然后后来因为其实以前我有很多唱歌比较难听的影片跟别人对唱，然后我就干脆跟我连线的人对唱。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只要跟我连线成功的，我就跟他合唱一首歌。然后只要讲出那个产品的通关秘语，就直接送他一个正货。互动哦，就先变成玩游戏这样。对，然后他们留在线上，就是希望说，希望有机会可以那个抽到我，然后唱一首歌就可以互动这样子。其实我们一出场，他们的互动方式大概都那些啦，就是啊，不管真的假的啦，大概是威廉婶你好帅，威廉婶你是真的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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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编在打，对不对？小编很忙，威廉婶很帅，威廉婶你迷的。后来我为了制止这种不实的谣言继续流传，我都说，哎，这种大家都知道事就不用再留了。就一片沉默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压轴的直播，对，就是我们的真的是直播界的始祖，不能讲始祖，他是直播界的教父，直播界 number one， 直播界的天花板，直播界的劳斯莱斯。如果他们是小北百货，这个就是搜狗百货。贵妇百货，来，三郎哥来。什么应该不用再猜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什么都奇怪。对，我们由三郎哥自己来揭晓。来，你都主要卖什么呢？什么都能卖，这是最厉害的。对，我们有影片啊，先让大家看一下郎哥都卖些什么。来，我们看影片啊。哦，好嗨，哎，自己蹦迪的感觉呢。哎呦！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还是卡式炉嘛，卡式炉，卡式炉，你给他当做一个刮唱片哦。对啊，就是炒气氛呐，那开场的时候炒气氛，那刚好是要介绍一个那个。以前那个旧版的大哥大的那个音响，对，我就临时叫小帮手把那个卡式炉拿过来，对。上南哥的直播很有趣啊，他都有一些出逃就对了，而且他跟年轻人哦很能接轨哦，你别看南哥这样哦，对，哎，他甚至连科目三都会跳。I'm gonna go.
弟你会吗？对啊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等一下最会跳的是阿嬷，阿嬷。所以为什么杨哥的直播哦，那个流量之惊人，就是马上就吸引那个营业额之惊人哦，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在更新自己，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人哦，因为我去过他那边好几次。好大好大的工厂，占地非常的宽广，啊，门口呢都停大概十几台车，啊，宾利啦，双B那个都是小 case， 小 case， 那不是都是蓝哥的哦，连他自己的工作人员都开不好，都是开哇，然后他的企划人员哦，一整个办公室，所以他只是荧光幕或者在直播上面的一个代表人物，背后呢有很坚强的团队，那是哦，都是 teamwork， 要这样子干，才能可长可久，对，哇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团队要养起来，厂商就是。货都买断了，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么大的仓库。货要买断的原因也是为了降低成本，当然，因为我交了很大的金额、很大量给你买下来，最高1500万。哇，那是卖什么？一场，然后就是卖家电，卖家电。其实1000多万的业绩太多场了，像我跟宪哥他们合作嘛，我那一次影片单月点阅次数680几万，然后光那一次影片的营业额就2亿多了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主持，跟真的一样。对，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做公益的。其实直播真的不是人干的。所以我们听到数字好像很羡慕，但其实一定背后很辛苦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东西是最难的？对我来讲啊，就是精品跟美妆，强人所难啊。这个我有一次看查丁尼在卖美白霜。因为难得教父等级的人来，也不好意思，因为要他说啊，为我们示范直播，你等于就是你叫甄子丹说要他打一套拳给你看，太失礼了，就有点失礼，对，所以一下就要麻烦蓝哥了。OK OK， 哎，蓝哥为我们示范来，学起来。来，那现在我们跟我们线上朋友来介绍啊，这我们家特有的石墨烯的袜子。石墨烯跟一般外面你买到的袜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本身我是彰化人，那大家都知道，在台湾袜子的故乡就是在社头，是。那刚好就是我几个同学，他们家都是纺织的大厂啊，那去跟他们共同研发出来是石墨烯的。那石墨烯。在这边，我简单讲，要真正100%台湾制造，做了原物料，包括制造过程啊，厂方全部都在台湾。那因为很多人会有香港脚的问题啊，甚至小朋友有会有脚气脚臭的问题，回到家不用叫妈妈，妈妈就知道回来。为什么鞋子一脱起来就知道太臭了？臭了，那个踩在地板上面都留下那个脚油印，对，吃进大理石里面了。是啊，那我们的袜子呢？来，我简单做测试哈，要如何知道它是石墨烯？对对，因为讲石墨烯很多呢，外面石墨烯呢，对，很多很多买到的是什么？买到棉质石墨烯，它里面完全没有石墨烯成分。那我们除了有石墨烯以外，还有银离子砂啊，以及磁力导电砂。那我简单说，这叫自带电奔炮。哎，刷亮屏，你买回去，我当作领导。LED 灯来堵了，怎么也堵呢？那怎么发电器嘛？对不对？来，这叫自带电灯泡。如果来正负极，只接触到正极，它不会亮；只接触到负极，不会亮。但是呢，来，我们现在这边看一下，正负极一接触，立马就亮。有有有，看得到。我们长灯，长灯大一点，长灯大一点，来。哇！它是一个超导体。对对对，那它可以释放出远红外线跟负离子，那远红外线什么功能？大家让我们脚底暖起来，所以买我们袜子回去，你卡丘把零几几的来穿起来，几分钟，让你整个脚底拢烧起来。卡丘人的烧啦。对对对对，那我刚刚讲到的银离子，在我们手上它完全没有亮灯，没有，它完全没有亮灯，衣服上面也不会有亮灯，没有。但是在我们长灯在光暗，长灯在光暗，来 ，OK， 视觉的冲击。在我们的袜子这边，它就会怎么样？亮起红灯。哦，有，好正派呀！而且我们不只是外面呐、啊，我们这个真的是纱线一针一线织出来的，在里面，一针一线，太厉害了，真材实料。再来就是一般像我们肩颈酸痛的话，去买那个磁力贴回来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袜子，它除了可以抑菌除臭以外，它还会消除我们脚底的细节。我一样用机器，对，这是测实力的，来身上完全
没有磁力反应，没有磁力反应，衣服也没有磁力反应，但是在我们的袜子这边，磁显正常，代表它里面就是有磁力，有磁力的啦，贴在这里的，哎对啊，那我妈被等也不可能加得物啊，我阿妈公斤弄伤了嘞，我的磁力也这样也这样，对啊，那条阿妈棍嘛被抄啊。没错，刚才有讲，他有那个石墨烯，石墨烯，对，石墨烯，石墨烯，石墨烯，太想买了，多少钱？我们就随时直播啊，随时关注狼哥的直播。狼哥什么时候会直播不晓得，不知在此时，有时候不知在何时，有时候大约在几时。我现在就想买。没有你在播聊天了，来，谢谢狼哥。你看，刚刚在卖石墨烯，他记得石墨烯的资料比记得陈冠希还多。如数家珍，干嘛记陈冠希？记什么啊？但我觉得资料真的很难，很难很难，因为那些又不是我们本来平常会遇到的。对我来讲也是难，就很痛苦。对对啊，思嘉很有经验啊，哇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常要做一些就是美妆，因为像我都会跟一些就是百货公司的那些品牌有合作，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周年庆的那种特杀档次。可是你也知道那种超级杀的档次，它的数字都很刁钻，很奇怪，就是它的尾数都可能是什么七或二，是没有。然后呢，你要把它全部背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曾经有遇到过一次，因为我们直播其实是镜像的，然后他给我的板子没有做反过来，哇，所以全部都是反的，全部都是反的，我只要拿出来他就会头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把它背起来，而且中间还要穿搭抽奖，对，然后还要线上，有时候会实验，对，然后做实验一定要，不然就是什么卸半点，因为你要示范给他看，你要先画。给他看，然后你说我现在要卸妆哦，然后你再卸完，然后就会有人进来说，哎，没看到，然后你就要再画一次，再卸一次给他看。然后你要做很多实验，是你一个妆摆超多东西。我还有一次要做一个粉底的实验，就是你要先拿水，然后把它挤进去，然后搅一搅之后没有融化，挖起来再画到脸上，证明它还是可以用的。就是你要一整套这样子全部做完，就会觉得说。是，真的不是一般虚脱。这个行当哦，比主持节目哦还要累。然后我是有足全力，我有遇过一次哦，就是我们真的，我们一开麦就没货了。十分钟卖完，这就是你的传奇故事。对，十分钟卖完，因为厂商就想说他有很多的组合可以让大家选，结果殊不知我们一开麦。十几分钟而已，只剩下三个组合可以买，那不是很棒吗？可是问题底下人就会抱怨呢、啊，他觉得他进来买不到，然后常常就要在后台一直不断的去加货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可以跟他们聊天，对，因为你之后不缓和气氛，你还要再推的话，他们就会俩工，因为没买到的人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后面就会说拜托货量一定要备足，没错，因为如果你开播没有东西卖，可能他们会觉得是噱头，可是对我们而言其实是种损失啊，没错。就是明明信用的单，那是因为你会卖啦。因为我听到一个反面的故事，是我朋友，那家厂商本来看好他，大概备了人民币120万的货，那算很惊人，也是压在他身上啊。对，卖了5个小时，120万的货卖不到30万，你知道吗？时间一分秒流逝，他想说再烂下去也不是办法。那客户啊，旁边跟了6个彪形大汉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一收播的时候，他手刀往外冲，冲，拿了一台机动车，跳上车，司机说去哪？有多远？走多远？三十几人，走路就对了。从山东开到江苏，你说很便宜。但你真的逃不掉了，逃不掉。人家背那么多货，你给我卖这样？你知道像我们在大陆的话，在大陆抖音播是我觉得最让人想要抓狂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其实除了要背很多东西，还有前面会有指挥官给你指挥，他要看着隔壁家的那个数据，看别人在卖什么。如果大家都在卖 A 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卖 A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在卖 B， 我们要卖 B。但是有时候要跟他错开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会非常的那种像分裂人格。前面在里面，宝贝们想不想抽手机？然后大家就来加一，好，这时候我们总算要卖 A 品了，把东西拿上来。突然呢，我们说，哎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石墨烯的袜子哦，石墨烯的袜子，你看会不会掉有没有？但是突然人掉线了，对，不是说抽手机，一讲产品掉线了，抽手机掉线了，马上又上 A， 想不想抽手机？石墨烯又回来了，石墨烯讲到一半，袜子穿到一半，现在我们手机又来了，不要再骗了。
完全不联系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会觉得自己在鬼打墙就对了。不过刚聊下来哈，好像感觉做直播很好赚。现在有志青年呢，每个人看我们这期节目都准备要投身这个直播的行列。对，但不可能吧？其实它是有它的风险，一定有风险的吧？对，之前有一次铂金包不小心喊了8万。这个行业80万掉个工，对，就是因为直播的时候都是边聊天边卖东西嘛，然后客人就很喜欢问奇奇怪问题，聊一聊我要卖东西，聊一聊我要卖东西，然后我卖很快，然后我就看一下就直接打下去，然后我忘记我拿什么包了，然后就不小心喊错价，然后我想要改的时候，就你看到下面已经打一整排加盐，然后也只能就认命认赔，就都是这样，正常发生。像我都是一定是跟国外交易，那我的买手都是在国外工作，或者是说他们本来就当地的，像我有个那时候有一个越南的买手，然后。他我就是算很不相信了，我大概已经培养快一年了，都只每个月都只给他30万左右额度，然后一年之后他表现都很好，然后速度都最快的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就是价格都给得很漂亮，然后汇率也帮我换得很好，然后税也帮我报得很漂亮，刚好那时候是我大月，过年前一定是大月，大家要抢买，但他就跟我保证他那边专柜也跟我联系好，那边都是他的线路都已经谈好，就是价格比较高，所以那时候一口气就拿了800万给他，那时候很放心，就我们消失。他酝酿了很久，我觉得他这是放长线钓鲨，你这是养套鲨，养套鲨，对，他是真的是养出来的。其实不瞒您说，他也在看我们节目。你跟他说几句话，他们一号激烈，他们东西抓完，代号阿丁啦，好阿丁，阿丁啊，拜托姐，别跪你啊，拼幸福啊。阿丁，拜托你啦，等级拍坦啦。对啊，你这样温情很坏，我也很凶狠的感觉。这是在录节目。私底下我不敢讲的，我真的有他嘞，我怕我。直播带货做生意要抓到流量密码才能留住买气，是，而且我们发现真的要18般武艺样样精通哦，不只是资讯要背得很好，要很有人缘跟大家博感情，祝大家都业绩长虹。今天有很多爆笑的内容，想要收看的话呢，可以上网搜寻真心分享小铃铛的 YouTube 哦。好，谢谢各位来宾的参与，谢谢分享，谢谢。阿彪，赶快花点钱啊！